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是2023年的12月12号礼拜二，现在是8点43分，好久没看到葛瑞斯了。葛瑞斯的话很辛苦啊，最近的话呢，周末啊都去一些加盟店那边帮网红拍一些照片、影片，还有开箱。OK， 所以可以看到他身上很多的器材。好，那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了就是经过一天的时间，就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。晴轩昨天好像没来上班，你昨天有上班吗？有啊。有，好吧，对不起。早，那可能是我昨天都在开会没注意到。有，格瑞斯也有，晴轩也有，都有。结果这颗灯竟然坏了。它坏掉是因为它功率太高吗？应该是，因为它就是开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听到啵啵，然后就爆了。天哪！我等一下要去拍照给卖家看。天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用啊？算了，给他看吧。电压就是没办法复合，就是它大概差了应该只20分钟就会变成是哦。这个各位朋友，葛瑞斯用亲身经验告诉我们，灯具还是要买好一些的，要不然买大陆的一下子就坏了。